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哥斯拉系列第27部《哥斯拉决战基隆哥斯拉》。故事开始，怪兽岛的仙女们来到日本，告诉他们用哥斯拉的骸骨打造基隆哥斯拉是不敬的。摩斯拉不再保护人类，会成为人类的敌人。此时，基隆哥斯拉已修复完毕，但是绝对零度跑无法修复。没过多久，哥斯拉又浮出水面，海军开始疯狂地攻击哥斯拉。哥斯拉潜入海底，继续向东京进发。日本一看大事不好，赶紧地疏散人群，集结军队。等哥斯拉一出现，炮火开始猛烈进攻。哥斯拉一发放射光线，消灭了大批坦克。哥斯拉继续破坏东京。这个时候，摩斯拉也出现了，过来阻止哥斯拉前进，抓着哥斯拉的脑袋就把哥斯拉打翻车了。哥斯拉起身狠狠教训了摩斯拉，摩斯拉被打惨了。摩斯拉用了花粉攻击，这一招真的是克制了哥斯拉，能够反射哥斯拉的攻击。然而摩斯拉还是不敌哥斯拉，被哥斯拉的激光打中，倒地不起了。此时基隆哥斯拉从天而降，两大仇人再次见面了。基隆炮弹齐发，疯狂地攻击哥斯拉，哥斯拉也开始展开反击。基隆赶紧躲到大楼身后，发射出跟踪导弹，把哥斯拉打疼了。哥斯拉怒了，放射光线打穿了大楼，击倒了基隆。眼看基隆要死了，摩斯拉过来挡住了哥斯拉的攻击。此时怪兽岛另一只蛋中出现了一堆双胞胎，两只巨大的毛毛虫游向东京。基隆发射出手臂炮弹射向哥斯拉，哥斯拉倒下了。哥斯拉竟然装死，用尾巴偷袭了基隆，打倒了基隆，也太阴险了。两只毛毛虫也赶到了，看到哥斯拉就射出了白白的黏黏的液体。哥斯拉回头就打飞了毛毛虫，哥斯拉又来攻击毛毛虫，摩斯拉飞起来挡住了攻击，爆炸而死了。两只毛毛虫一起对哥斯拉射射射，基隆哥斯拉也起身了。两只怪兽抱在一起，哥斯拉被打倒。等哥斯拉刚起身，就被基隆的电钻手臂攻击了，打得哥斯拉血肉横飞。基隆趁机放射出激光攻打哥斯拉的伤口，哥斯拉发出惨叫，勾起了基隆的回忆。基隆回忆起自己就是曾经被打死的哥斯拉，基隆又抱走了，来到了哥斯拉身边，抱起哥斯拉就飞走了，飞进了海底，消失不见了。两只毛毛虫也返回怪兽岛去了。故事到此结束。测试题来了，测试你选中的人物能否打败哥斯拉，按下暂停键或手机截图选中图片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。空间有更多精彩视频，欢迎大家前去观看，记得关注我哦。